最新消息，新北市三重一处的面摊在稍早中午11点多起火燃烧，画面中可以看到店门口起火，火势燃烧相当猛烈，还冒出了大量的黑烟。而根据报案人表示，疑似是机车倾倒勾到了瓦斯桶酿成火警，燃烧面积大约是8平方公尺，意外也造成2个人预防性送医。这么收到的最新消息。